综合我们何讲师跟各位前贤分享的内财三千亿，无非是明白告诉我们，自信具足了无量的善法，能行无量的善功德。可是眼前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善法善功德完全开发出来以前，就是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，照着圣人所说的话提供给我们修道的资粮，我们慢慢的往前去走。我们与其像那种急流一瀑千里，倒不如像那个所谓的潺潺溪水，它既没有澎湃高昂，可是它从来不间断。修道的心就是要如此，日日夜夜绵绵不绝，所以是在平淡平时当中去累积我们修道的一个功恨。刚刚下课的时候有跟前贤讲，在耳后要面对的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然而在这个所谓的多变的环境当中，有一个东西只要我们保有它，就可以让我们安然度过这最大的一个难关，那就是找出我们珍藏不变的本性，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发号司令的主人。所以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要互相劝勉，当我口里面说的不是好话，不是圣人的道理的时候，你听到了，你要想办法去修正我的观念。当你的行为出来的时候不是符合圣人的教导，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帮助你导正过来，这是同修道伴存在的价值以及意义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办好这样的一个功能，我们愧对别人的善知识，我们不够资格做别人良好的同修道伴。因为古德甚至于《太上感应篇》老子都讲，同修道伴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互相归过。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善知识来陪着我们一起走修行的路，德性一定会越来越圆满。因为近朱者赤嘛，但是会不会感召善知识来到我们的身边，要看我们的心量够不够广。如果我们有意无意间呢，都要暴露出自己狭隘的心肠，善知识它就会什么自然而然往后退，因为没有人想去挡着什么，挡这个所谓的无妄之灾呀。学道不能够广结善缘，最起码不与人结恶缘。所以刚刚有提到在这么一个应该讲兵荒马乱也不为过，过去常说坐飞机很平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感觉到飞机是最不平安，因为走在马路上的车祸都还来极有妙，能够躲得过，未必会全军覆没。走在海洋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轮船沉了，还有人坐在救生艇上面，有没有躲得过？如果飞在几万尺的高空里面，飞机炸了，大家没有一个能够什么安然无恙的。会曾几何时，我们认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，现在好像也是一批一批的带走人命。它告诉我们什么？收缩的时间越来越接近初冬，初冬还有一点点生机啊，一旦进入到严冬，各位前贤，那只有肃杀的气氛，那会寸草不生的。所以先佛的话是先说而后应，我们自己要能够慢慢去体会，细细去斟酌，然后老老实实要求自己鞭辟入里的知行合一。我们懂了多少，我们行了多少，它就展现于外的，就是后面第五份所讲的三种菩提。觉悟多少，做到多少，你的果位就有多大的。所谓的菩提，就是你觉悟佛道的智慧。我们明白一分，我们才能行一分。为善去恶，它的前提要能够明白何为善，何为恶。所以我们修道要修心，修心要修念，要先明白这个念是落在善的一端还是落在恶的一端。
假如不知道善念恶念的一个差异在哪里，我们就失去了为善去恶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本领观照的功夫啊。所以我们对于道理明白多少，能行出多少，这个叫做菩提。所以当我们明白的不一样，行的不一样，证入的果位就有不同。粗的来讲，声闻缘觉佛，细分来讲，55个位次。所谓的55个位次，就从实性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再加入四加行。有了四加行的预备科目，就登入到法身大士、实地菩萨。到了实地菩萨，进入满心位等觉，等觉之后有妙觉，妙觉就成佛了。所以广的来说，粗的来讲，这3个位置；细的来讲是55个位次。那这55个位次，你到底证悟到哪里？上位之下位，下位不知上位。你要自己突破了这一层的无明，你才看得见隐藏在后面的另外一层的什么？另外一层的智慧，因为你开发出来。就像我们要换衣服，你一定把第一件脱了才能够脱第二件嘛。我们先把粗的习性改掉了，才进入到秉性。秉性也有累世染污的不同，而显出它的清细的不一样。一定是把粗的先去掉，那个细的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显现于外。所以修道的功夫跟在现象界穿衣的哲学，它是如出一辙，一层一层的剥，才能够看到核心啊。所以佛教我们在《心经》里面不是有讲吗？讲什么？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谈到了六尘。谈到六尘的时候，六尘形成的五蕴嘛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形成了六根嘛。六根对六尘，它形出了所谓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你一定先把粗的先破，有形有相的先破，才能够从这六进入七，进入到八。所以外道的人，他只有破到第七，第八没有破，只破到第七的前半段，还不是真破，扶住而已。阿罗汉是真正的破，把第七的前半段的人我执完全拔掉，后半段的法我执没有去掉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还有一些的人心在作祟，日常生活里面都还有个我想要怎样，都用一个我在做什么，在做发号施令的主子，这个主宰。所以佛才教我们道理明白以后，你才能够起修嘛。所以众生本具如来德性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觉悟以后他讲的第一句话。佛性本来存在，但是你还要起修啊，才能显现于外。所谓马祖道一讲的道本不用修，淡漠污染，眼前已经有污染了，所以没有借由修的一个功夫，不改习性，不化秉性，那这些的污垢就去不掉。妄虽本无，人心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，可是6万多年的习染，这个人心已经盖过道心的力量了。所以没有修的话，妄心除不掉，妄心就是习性以及秉性啊。所以这一路走过来，果位多大多小，第一个道理明白的透不透，明白的越透，我们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到最后何来善何来恶，与我们真如而言，它没有善恶之别。因为真如自性里面，佛眼观众生，众生皆是佛啊，
他就会对别人的要求会落在两端，他不会。可是你起修的功夫一定是来自于先明辨善恶，所以起修的时候有善知识有恶知识，修到后面有善跟恶吗？没有，一切善恶唯心所现，是我这一颗真心变现出来。我们仔细看我们自己，当我们觉得旁边的人不好，而你常常跟他相处，你们之间有雷同的什么？雷同的习性，凉高凉，哄高哄。所以不要只顾着批评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怎样怎样。你如果身上没有跟他们有相同的特质，他们不会来找你。拔掉的找拔掉的，酒鬼找酒鬼，色鬼找色鬼，这几种鬼都不会去找释迦牟尼佛，也不会去找孔夫子。不好啊，找他喝酒他不要，说找他拔掉，伊嘛不爱，伊不爱你啊嘛，对不？伊的物件拢送给人，还拔掉要创啥？拔掉是趣味，你唔是趣味啊，你想要赢人啦？就你那些物件拢送到我家来，那一个拔掉是为了牺牲自己成全在别人的，我准备要来输诶，多一个是安尼，我要赢伊对不？所以这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只顾着责备别人，这样不好那样不好。在说别人的时候，你忘了回头看自己。我们也具备这样特质，所以你不想交到损友，你是改变自己，不是把损友局在外面的。自己的气质没有变化过来，离开了这一群损友，到了那边又交了另外一群损友，物以类聚。你只有改变自己的磁场氛围，你才能够扭转一切外在的环境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觉得自己的孩子不乖不孝，我们身上说不定就有这样的种子在。所以凡事只问自己，不去往外面去批评别人，要求别人，这个就叫做修啊。你不修，佛性就不能彰显，我不改，人心就去不掉。那随我们觉悟的道理有多深，菩提这个智慧出来就不一样。科学常举一个例子嘛，前贤们就讲，前两天还跟后学说，哎呀，你很喜欢喝茶，我那边有什么什么样的好茶给你。我说面我们家茶米现在多少，对不？啊，你那茶米多好，我这多好的，说对我来说有颜色就很好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颜色飘在上面，我知道它是茶叶就好。那你认为我对茶叶真的不明白吗？我在念书的时候学了两年茶道，我要经过测验的，我要看一个茶叶的形状，就要判别它是在哪一个产地出来，我要看一个茶水的颜色，就知道它是哪一种茶叶泡出来，要经过考试的。几十杯茶在那边平铺出来，有没有？你光看颜色你能辨别茶色的深浅代表是哪种茶叶吗？一个茶叶泡出来都张开来了，你能够看着茶叶的形状判定它是什么茶吗？茶叶没有泡都卷在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它是什么茶吗？后学经过这种考试的，我是合格的人，但是我的个性让我对这些东西不在意，我嘴巴没有那么真的那么笨的。后学的父亲早期是开饭店的，那个餐厅是很大的，五层楼的，养了几十个煮饭的师傅在里面的。我会不知道东西的好坏吗？很多人没看过鱼翅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常常看了。我的个性让我对那个东西不在意。吃阳春面是最好，个性。所以我妈妈常讲，这个囡仔查某囡仔上好吃。不是我不会，不在意，
从来没在意过的。后来慢慢在学到才知道，这是你修道人要去培养的，可能过去生改掉了，所以与生俱来这样的环境不会带来污染。所以以前都在餐厅里面吃饭，师父常讲，天天煮饭就是一碗阳春面，不像我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，餐餐要变化的，今天十锦，明天三鲜，然后再后天炒，再后天汤，干嘛要变？阳春面加醋加辣椒就很好了。但是过去有没有醋吃太多了，化学中毒就不好。所以各位前贤，很多东西是我们在现实生活要去做调整的。你不把外在这些东西看破了，就一直在这个东西去进行比较，比较出来的结果又怎样？只是让自己堕落到更多的贪欲当中，让我们得不到会有不平之心。活着住高楼大厦一定好吗？我看不太好，因为有一天大家普遍穷，你刚好是大家攻击抢夺的目标。所以培内德，富润屋德瑞生，修里面，外面的东西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天生一物必有一用。所以菩提分这三种，智慧的觉悟是从这边来。你看第一个真性菩提，就是指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真如，善不增繁不减，这是这体。而这个本体里面涵盖着一切的妙智慧，妙智慧是用，本体复明了多少，妙智慧就能显现于外多少。所以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处在这样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大环境里面，有的人是七月半的鸭子不知死活，有的人已经看到严冬的什么那种脚步慢慢靠近了。那就是你我们对于整个圣人的义理，我们到底体会了多少？你真心显现的越多，于未来的情景，你完完全全能够感觉到。你感觉到，你就不会停歇自己的脚步，不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无谓的琐事上面去大做文章，不会，因为时间来不及了。我跟我自己说，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，假如。我只剩十年，我会那么认真吗？天天手不释卷吗？七天眼睛就瞎掉了，阿那律，阿那律眼睛瞎了，还有个释迦牟尼佛教他修天眼通，我眼睛瞎了，只有等待人家眼角膜的移植，那耽搁多几天，所以还要好好让眼睛休息一下，偶尔看个三十分钟的书啊，然后再看一看绿色的植物。讲到绿色植物有没有？我讲个笑话让大家笑，你看人如果有主观意识哈，比怎样公开的微博，让你啼笑皆非。那一天，前两天礼拜一晚上去运动，已经快要半年又没有运动，就去运动，走那个操场新庄大体育场，为了要迎办2016年的青少年七月份的运动会，所以草皮都修了，哦，然后上面也栽了一些花花草草。我就在这边很埋头的在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就突然前面有两个妇道人家，也不知道几岁，他们走在我前面，他们的话音啊，我突然忍不住想笑，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前面讲什么，没有去注意人家的对话，只后面一句话就让我真的想要肚子要裂开。他说啊，啊，因为这个草油，一个人好像讲，你看现在这个。怎么这个地怎么草皮那么绿？因为过去让人践踏嘛，所以有的地方就枯萎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为了要让人家参加比赛运动，所以草皮都围起来，所以就显得那个草一直在滋生，绿油油一片。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结果另外一个前道怎么讲？他这就标示讲绿色执政呢、啊。啊，我就经过我有没有赶快就抬起头看一看。哦，这真的是有点见微知著呢。所以各位前贤，你看你心里想什么有没有？
你就往那个地方去想。那蓝色执政草皮都变蓝的吗？他说现在的天空为什么都一片蓝蓝，黑的有蓝色执政呢？啊，你看到里头呢，橘色执政吗？我在后面突然就笑出来，笑出来以后有没有，反正他理我，他也不知道我在后面笑，我赶快就收心，我告诉我自己，你看这就是主观意识，主观意识让我们很多东西会穿凿附会，一文解义啊，这要修啊，啊，这个东西是圣不增凡不减，这个叫做我们讲不用修的地方，你本来具足。那问题就是了，佛性本来具足，后面被污染，你修的是什么？是把无明给去掉。各位前贤一定要去弄清楚，这个修并不是让你的本性做任何的变化，没有，本性是一颗夜明珠，夜明珠不会因为你做任何的一个调整，它夜明珠的光辉就有增有减，不会。但是夜明珠蒙尘，埋在沙堆里面久了，有的埋在沙子里面，有的埋在土石流里面，有的埋了两亿年三亿年，我们讲它硬化了，成为化石了，你不把外面的那些的零零角角，那些肮脏的东西给它去除掉，夜明珠的宝光不会重现。所以这一路在修的过程里面，用三大阿僧祇劫在修我们累世的无明，叫做习性跟秉性，都在修这个。所以这一生，如果我们对某一些外在现象界的东西，所谓的财色名食睡，我们淡化的越多，未来生你生而再来，于这个东西你不动心的，你自然而然就容易把它放得下。那个是最粗浅的行为，再往里面，你的秉性，我们个人对于某些事物的那种强烈的爱跟憎，就像我们在佛门待久了，我们就认为佛门最高，如门最高，你不知道万法都是圣人自心里面的一个妙智慧的作用，它没有高下之别，只是接受的对象它的根气有的比较利，利就是他过去修的比较用功，有的比较钝是现在才起修，利钝的差异就在这里，有的先修，有的后修，有的认真修，有的慢慢修，他才显出了根气的不一样。那你修就是把这个东西污垢给去掉，如果你只是在沙子里面，那就容易了，一拿出来有没有就脱颖而出了。那如果你是在泥浆里面呢，拿出来你还要用布去擦拭，如果你埋在的深山当中了，被很多层的矿石给包围了，像金矿一样，那你就比较辛苦，你要慢慢的提炼，把杂质去掉，你才能够慢慢把这个真如自性有没有开显于外。所以后面的十字菩提方便菩提是修出来的，那修出来以后你有从外得吗？没有，你自信本来的东西，你怎样弄一坑里都一样，就像我们家里面摆了很多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，有一天想到了把它拿出来用了，那个东西不是凭空而有，是你本来放在那里只是不自觉。我也举过例子嘛，我第一次搬家的时候买家具，就买了一个什么竹制的桌灯啊，还有一个立灯，立体立在地上的那种竹制的，觉得好漂亮，挂了两天就觉得好无聊，因为有日光灯就够明显的，那摆那个有没有摆在那个地方，害我每一次擦地板还要移它，然后竹子又一个洞一个洞有没有，刚开始觉得很漂亮，夏天开它又很热，就觉得没聊没聊，有没有花钱买的舍不得，就把它包一包放在仓库里面，这一包啊各位前贤，九年以后我要搬家了，怎么一个包袱啊，打开一看，哦，摆了九年，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太多这种东西啊？有啊，所以才会一间房子摆不下嘛。
所以女人衣服太多，说一个出摆不下，还要给你摆个更衣室。身体太胖了，浴室要大件一点也没话讲。你外面的东西要太多了，像我们小小一台车，可你扁瘦筋就扛得落。你车子很多，那就很累啊，要展示的空间越大。所以这个修就是这样，啊，修什么来？始觉，始觉就是在外在条件的配合之下，佛说从三不离而来。某一个人讲了一句话，某一个人你看到他跟他有因缘，你就想修了。读到哪一部经有妙，敲动你心里的想法了，给你产生震撼了。所以始觉是从这里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再教我们学到要三不离。你没有三不离，没有始觉智，没有始觉智，欠缺回光返照的能力，就不能够为善去恶，不能为善去恶，就不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一副心地啊。所以这个是修出来的，这个在佛门来讲就是上求佛道了。那这个出来以后，答案叫做根本智，你本来的妙智慧出来，本有的妙智慧叫做根本智。根本智也可以叫做一般若。后面的因材施教八万四千法是从根本智衍生的，从这个妙智慧里面出来。所以万法平等是因为它都是从一个本体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作用出来不一样？有对人讲四圣谛成就阿罗汉，十二因缘成就辟支佛，六度波罗蜜成就菩萨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，所以佛度众生以平等心当中建立差别相。我刚刚学走步，你就要我去百米赛跑，准备被吼啊，跳戏哦。那我已经跑得很快了，你还要叫我慢慢的学走步，坐在学步车上面，你不是折磨我吗？所以佛看到众生累世因缘不一样，因为他有说明通，所以他就可以针对众生学习的速度快慢，过去的基础有多深，他就给你不同的法门，施以不同的药。有人感冒去化疗的吗？没有吧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有人感冒去打标靶的吗？没有吧？可是你得了癌症，你要不要标靶？要不要化疗？多半就要了，进入到二期以后几乎都要了。所以不同的病症就施以不同的药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方便菩提。方便菩提是对外的，那就是下化众生。所以你有了根本智，灭无明长智慧以后，你一定会去大彻特大悟特悟的人，一定会去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别人，因为你不忍心。你知道六万多年的轮回，你跟我都有累世的因缘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嘛，众生皆为我累世的父跟母，女为我母，钱为我父，轮转当中不断的变化自己的身份，随着不同的因缘降落到不同的地方。我们过去生都有因缘的，那何苦这一生因为血缘的不同，因为外貌的不一样，因为身份地位的不一样，我们筑起了那么多的门户，画地为牢了，何苦？所以对任何人都以这样的关怀心，用这样的心爱没有血缘的人，没血缘的都能爱，有血缘的你怎么能不爱？心量就是这样不断扩展出来。所以你要有度人的智慧，你不先灭无明，这个智慧能出来吗？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修学次第啊。这就是大学里面讲的成圣之道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先复明自己的本性，十字菩提出来，妙智慧出来，你才能够清清心明。所以圣人教我们成道的方法，它是有次第的，所以才讲嘛，
既自身如果未能得度，去妄言度他人者，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，因为自己都站不稳。菩提分这三种，那这三种是真正的有分吗？不是，就是一个本体的妙智慧，利己而言跟利他而言，觉悟到哪里就有多少能力去帮助人。所以善僧就问世尊，如佛所说菩萨有两种，修学佛道人有分在家有分出家，那又讲过菩提有三种，他这个三种是依着前面的这三种，随你开悟的多少，内圣的无明灭多少，外王功夫行的多少，而定出声闻缘觉以及菩提。佛菩提就是大圣菩萨道的，声闻缘觉是二圣行者，缘觉证的果叫辟支佛，他跟声闻一样，他不会主动度众，是有人要求他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他才会伸出援手。大圣菩萨道不是，菩萨愿为众生不请之友，所以我们常跟各位前贤讲嘛，前辈子引导我们去成全别人，什么王八脸兔子脚，是不是？意思是说有没有啊？你怎么说我都没有关系啊，好，我只要能把你成全出来就好。这是你觉悟啊。他说：“若得菩提者，名为佛者。假如得到觉悟佛道的正智，就可以称为佛。为什么声闻缘觉你不称他为佛，称他为声闻，称他为辟支佛？为什么？同样都得佛道嘛。”声闻得菩提叫做一切智，那辟支佛缘觉就是就一切智里面它略为开显，菩萨得的智叫道种智。所以合一切智利己，道种智利他，智利利他合在一起的妙智慧是我们的本体的原貌，这两者合在一起叫做一切种智，具足一切种智才能称之为佛。而善僧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修声闻圣的人他也觉悟啊，叫做阿罗汉道啊，为什么不能称他为佛？释迦牟尼佛讲，因为你觉悟的有深有浅啊。他若觉法性名为佛者，身为缘觉，一觉法性以何缘故并为不名为佛？法性就是真如的意思，就是道的意思。他说像这些小圣二圣行者的声闻圣缘觉圣，他们也觉悟到这个道啊，为什么他不称为佛？那是因为他们觉悟的地方，二圣行者觉悟出万法皆空，缘起则有，缘起缘灭则无，所以看破一切万有的最后的结局是毕竟空无所得，所以他就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贪什么？反正短短数十年的岁月过去以后，有没有无一物为我所有，两手空空就去了，那干嘛要贪？阿罗汉的人是从这个地方去入手，所以根尘相遇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没有贪嗔痴慢疑。可是到了菩萨他悟的境界就不是了，他知道缘起则有，缘灭则无，他也知道万法皆空，但是在外在条件具足的情况，缘起假有，从有到无当中有没有一段过程？有。而这个过程会依着有情众生累世的因缘不同，它有圣贤与不孝之别，它有贫富贵贱之差异，所以你要把它引向佛道，就必须去对症下药。这个对症下药就是对那个穷的人告诉他，改变自己的毛病脾气，有没有你就能成佛。对富的人告诉他，钱多吗？有没有财布施得富贵，与人广结善缘，可以让自己未来生立于不败之地。对贫富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方法，让他发心，让他在修行的路上能够真正有一个依循的准则。那我们就是有问题了，对穷人也叫人家财布施，
啊，你就给干报喜呀、啊？为什么要给干报喜？你为什么不跟他讲？其实是布施不见得要财啊，内财布施要财吗？无畏施就是内财布施，出体力的。法布施就是内财布施啊，成全别人的嘛。我不会，我口不能言，手不能提，我展现修道人的威貌威仪，感动别人，那是内外才兼布施耶。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去引导他？一定要他从他软囊羞涩的口袋里面拿个几块钱来布施？为什么？更便利的方法你为什么不给他？因为我们只知道财布施，所以穷人他就怕了，他不敢来了，他认为修行佛道是有钱人的什么享有的一个工具，他做不到，因为我没钱。所以我过去认识一些学生的家长，真的已经有没有每一个月的收入都抵不住他的开销，孩子的一些补习班的费用、安亲班都要去打折了，打对折才能支撑的，去外面去叫他点光明灯，哎呀，业力深重啊，要点光明灯，你的前途才会光亮。安尼师傅要点偌济？600块的无够开呀、啊，你佛祖较远啦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左边、右边、前面上大趴20000块一趴，安尼较有效果。啊，我那底下无钱，不要紧，和你签落去，分期付款。他签下去，回去跟我讲，我真的头都大了。你是这样成全人的吗？所以各位请醒，这么好的一个佛道，为什么会被大家扭曲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我们自己不明白，我们不明白，所以误导别人，害了别人。后来我教他，你不要管他了，你都已经没钱了，都要救济了，你去领社会救济金去供养那一盏灯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因为我们是纳税人啊，那对佛祖不能够供啊，不可以做不搞。我说你不用担这个责任，是当初抢你之所难的人，他要负这个责任。供养岂有分期付款的？一动就是贷款了。这是我遇到的真实例子。现在不会有人这样成全别人，你们不会做出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心痛的事情。你不知道，有些人真的很穷啊，身无分文啊。我曾经为了1块钱，让我走了好几公里的路啊，因为一张票有没有？他要给我16块，那底下存15块啊！同学离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只有15块，还跟他再见。当我要上车，要先准备零钱，哇，怎么只有15块？要找地上有没有人丢掉1块钱？有没有？都天又那么暗，又看不见，路灯又那么弱，左找右找找不到，想要找一个警察局里面去让人家布施1块钱。站的地方又没有警察局，还要对行政行去哪里，行到菜寮那个地方，我就欠一块，欠死，真的，我真的知道一文钱逼死英雄汉，所以以后要跟人家说再见以前，先摸摸口袋，回去的交通费够不够？很想打电话去通知人家，拿1块钱出来布施好吗？又觉得面子上很挂不住，那万一打过去有没有，他没在的我啊、我钱就给开啊！我要再多走更多路，所以家己老实走路较好。第一次来新庄，给我留下这么不可磨灭的印象。想找钱，一毛钱都没有；不想找钱，地上常常会掉1块、5块、10块。所以没有穷过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穷啊！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，不要老是都叫人家财布施。所以悟到哪个程度，你就会知道你的果位定在哪里。所以声闻只是知道毕竟空无所得，他不知道因缘起跟因缘灭之间的那个过程，所以他不能够
真正发挥因材施教的能力。别人要什么，他不是真的完全明白，他的智慧没有开到那里，那是智慧开到那边，那是发大圣菩萨道。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到那边？立愿，立大愿，立菩萨愿，很多东西老天就会让你触类旁通。所以你有几分的愿，上天就会给我们几分的感应啊。所以他接着又问，一切智名为佛者，声闻缘觉也是一切智，复以何故不名为佛？跟前面的意思一样，实际上佛是一切种智。阿罗汉以上的人透过四圣地苦集灭道，他知道人间是苦海，他知道医学圣人的道理可以出离生死苦海，达到涅槃的彼岸，享受常乐我净的那种清净。他悟到这一点，于是于人世间的花花草草他不贪恋了，过了就算了。我们也常常过了就算了，因为老人有痴呆症了，那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打龙给屌屌？人为什么到老更够龙贵气？因为年轻的记忆力特强啊，某某人搞我怪下面逮鸡，有不？啊，某某人怎样？到老的时候为什么都不会提？因为过一天忘一天，甚至这一分钟忘记上一秒钟。我都发觉我的身上都出现这种问题呢，那不是修得好过目不忘。那是有痴呆的症状显现，所以前天往旁边一站，我就看看这个人，觉得很熟，到底是哪一个名字？所以要常常不断的大声念佛，大声的读经，常常去动这个脑去思维，这叫做活化细胞。不要说我整天吃椰子油，吃椰子油就可以免掉老人痴呆。泰国的椰子一大堆，他那个国家都没有老人痴呆吗？活化脑细胞。所以我们都是啊，医生讲这个好你就这样子做，讲那个好就那样做，你打哈弄听先生呢，到后边你虽然不知道要怎么走。最早国强应该知道，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姜是万能的，什么都要吃姜，到后来说哎呀不对不对，过去觉悟的太浅，姜还要配什么黄芪补气才有那个作用。那有一天你再觉悟到另外一层的道理，又把这个给否定。所以很多东西补身强身的东西啊，听听就好啦，嘿变化的啦。修心的东西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未来都没有变过，它唯一的准则就是复明自己的五常之德。我的德性恢复了多少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各种角色的扮演当中。为人父母有没有用慈爱之道去教子？为人手足有没有兄友弟恭学孔融让梨？我们跟别人交往有没有言出必行？起心动念有没有常常想贪人家便宜？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，条里面的从来没有变化过。所以今佛如古佛再来，除了在不同的时代里面用不同的语言包装，内涵没动过，但是弄外面的都不一样。你今天在热带，你在寒带，你保养身体会一样吗？你如果在极度潮湿的地方，就像四川，你要吃辣椒，要吃什么麻，是不是麻椒吗？什么东西啊，会麻麻的，叫做花椒加辣椒，那是因为那个地方很湿热啊，这两种东西会驱除体内的那种湿气啊。啊，你如果跑到鹅銮鼻屏东那边，你天天吃麻辣火锅，两个月就让你便秘，三个月就让你脱肛，冻鬼掉了。所以不是有发生过有人麻辣锅天天吃，吃到后面老灰嘛，鼻子流血，上面出血下面也出血，地方不一样，体质不一样，它的调理身体就不一样。所以它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，
所以前贤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报秘方，我给你报这行吃下去都没事情，当然没事情，吃下去随死一命呜呼哀哉啊。那只有调心，我跟你说，你照着佛祖讲的挂包紧，你修心一定修得好，你照着孔圣讲的一定修得好，只要圣人所讲的话放诸四海，四海立千秋万世，它是不变的地律。可是外在的不一样啊，我们过去穿的衣服跟现在衣服有一样吗？以前穿那个面包鞋这么高有没有？那叫时髦，叫流行啊，不管个子多高哦，都穿上那个恨天高有没有？哦哟，鹤立鸡群哦，表示我跟别人不同。你现在在座多一个没事情，你们家里都有一双这种鞋子的，很少吧？以前流行过那个头方方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谁穿那种鞋子？有一阵又很流行那个荷兰的鞋子，好尖哦，有一半脚都不能进去，穿起来像小木偶一样。你们现在有看到这种鞋子吗？外在的东西流行是在变的，你春天穿的衣服跟冬天穿会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今天头发斜着剪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头发马盖头，后天有没有把两边都剃掉？今天是什么浓眉，明天是柳眉。你如果只是画的还好，你如果纹上去呢，柳眉变什么？变浓眉好变啊，浓眉要变柳眉变美来，为什么纹在上面？所以我起码前几天回婆家看到那个阿姨40岁去纹的那一道浓眉，到现在70多岁依然漆黑发亮，有够奇怪。所以各位前贤，不要追求身外的东西啊，身外哪一个东西不在变，是不是？里面才是永恒不变，里面永恒不变，有了适应的心理，外面就会适度调整。我没钱我就不长不短，对不对？你穿迷你裙我穿不长不短，你穿迷你裙我还是不长不短，因为早冷了到我，你怕什么？我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，这个对不变应万变，那心里多畅快啊。要不然你整天哎呀，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越想就emoji盖不好，最后就生出一个什么忧郁症。总算有一样东西压过别人，画饼。所以各位前贤，悟啊，好好去悟，人世间的苦从哪里来？别人给你的吗？不是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自己创造来的。哎呀，我哪安呢？别人都是爸妈的掌上明珠，我爹不疼娘不爱，一来就有家暴，三不五时趴我好耍的，当然是饭后的甜点。别人为什么都捧在掌心，呵护备至？为什么我降生在这个家庭必有前因？别人都遇到孔融，我怎么都没有遇到，我都遇到那个必欲除我而后快的兄弟手足，为什么？你过去是跟人家交朋友，你占人家便宜，手足的相伤是起于不义，自己不义。观圣帝经24大解冤经里面就讲到了，所以现在对人家厚一厚人啊，其实好的给别人就是给人家占点便宜没关系啦，下一辈子有没有你家里的兄弟姊妹呀，每一个人都捧着那个梨来给你，让你吃到这样整身躯黏叽叽上过凉啊。所以世间你觉得真的吗？阿罗汉认为世间是苦海，佛认为世间是苦海吗？我们认为地狱很可怕，地藏古佛认为很可怕吗？你觉得可怕你就住不下去了。地藏古佛移民到移居到不是移民移居到地狱里面去，他心清净。所以真正的苦从心造，阿罗汉没有悟出来，所以他认为人间是火宅，赶快离开这个火宅，不要被他烧死，回到那个清净的常乐我净的涅槃世界。我不来啊，我来都没事，没来都没事。
所以他不乐于主动度众，助度众，所以他只悟到现象界，他悟到事法界，理法界没有悟出来。理法界叫做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十法界都是你这一颗心变现出来的。什么样的人活在什么样的天空之下的意思啊？你聊到这个地方，认识到这里，那个叫做理法界，他就契入到佛心了，他就有机会证一切种子了。所以声闻缘觉没有觉悟到这里，他还落在两端，有生死，有涅槃，有苦有乐。所以我们先学了这么多大圣的经典，就是让我们试的试修没有达到那种水准，理路上我们已经什么，已经了解。前两天有重修报办问后学什么叫做四念处，好像答案也没给他。我反问各位前，什么叫四念处？其实很简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是破我执，有没有？破人我执，破法我执，第一宝运用的方法，内观你的心，这个叫做四念处。好，所以善男子菩提分为三种：从文、从思、从修。然后各位浅显，既然谈菩提是觉悟佛道的圣智，它就必定是知行合为一的。所以你切莫以为从文而夺，那就多闻为入道之本。我只要听，我其他都不要想。开班我拢坐伫遐，下课我就回去。那安尼我上起码有一个声闻吗？你若安尼一闻解字，那也没办法。那你绝对不可能出三界，因为你认识错。这些都是方便说。他这个方便说的意思是让你去理解，实际上多闻是你入手的功夫。我了解明白道理以后，我出班以后，我要去慎思，我要去省思，把这个道理用在我的身上。就像孔夫子讲，博学就是多闻，审问慎思就是往里面回光返照，问问自己做到了吗？你有明辨自己今天一天的行为有多少合于道，多少背离道了吗？笃行是做了多少？笃行就是修啊。然而身为圆觉乃至于佛都没有离开文思修，只是明白多少，思维的深入与否，修的火候多少，而定我们的果位有多大。所以不要以为僧人就是一直听而已，不用修，不对的哈。所以声闻之人从闻得故，他是从多闻入手，他悟的还不够。所以辟支佛从思维，为什么讲辟支佛从思维？因为辟支佛是透过十二因缘法而开悟的。十二因缘法，无名缘行行缘事，一直到生老死，这么一个流程，实际上就是就根本声闻圣的四圣谛把它细分出来。谈到苦从哪里来，苦由无名生，所以十二因缘是四圣谛的详解。那声闻圣的人只了解人间是苦海，可是缘觉人知道苦从哪里来，从无名而生，从无名而生，他思维到那里，他还没有破到最初一品生相无名，所以他证出来的位比声闻高，比菩萨低。到我们真的破出了最初的那一品生相无名，来自于最早的起心动念，没有觉悟到，没有醒察到，放纵了那个念头，才衍生出后面这么多的不好的一个后果。所以我们把过去不好的改掉，你却如果忽略掉现在的念头不正，你没有把它连根给净化掉，那等于移了一堆的所谓的废弃物出去，里面天天在滋生废弃物，你搬不完，会越修好越累。我修了十年二十年，为什么没有感觉修行得到了解脱跟自在？因为你把旧的搬出去了，里面又在制造新的垃圾。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买一个新的锅回来，摆在炉灶上面，
因为原先的锅觉得它坏掉了，哦，刷不干净了，但是新的进来旧的要丢掉，想想丢掉很可惜。哎呀，某几缸哦，说不定哪一天可以拿来烤韩鸡。我跟你讲，多几人有这种傻瓜念头，哇，他哭死我。我买了一个新锅，因为旧锅已经用了太久，然后觉得新锅闪闪发光，很舒服。旧锅舍不得丢，啊，有一天我要烘韩鸡，放你这一家有无吼？烘歹去嘛，唔惊惊吧？它是铁锅啊，我摆了20年，没有烘过一粒韩鸡。20年以后才舍得把它当做资源回收送出去。你看我告定位，我们学到也是这样子。哎呀，这个脾气毛病好像也改了蛮多啊，这个就老落来皮胖啊。不敢放啦，我每行我也吃的少，我也穿的少，只是偶尔说多睡多嘛，没晒吗？这就是偶尔留一点舍不得丢掉的废弃物，不愿意除恶净尽呐。为什么？因为如影随形跟着我们那么久了，每一天早上用三字经跟别人说 hello， 是不是？每一天晚上带着三字经去沉沉入睡，哎，我只有这样一个个性，别人都知道我没拍疑，你就知道我的三字经不是圣人的神之初性本善了。习惯改不掉，那个叫做老一挂皮胖，所以他改得不彻底，你就始终觉得身上有什么有重担，没有解脱的感觉，修道就没有滋味。那辟支佛人他思维的很甚，现象界的苦是从无形界的心里面变化出来，他的觉悟的地方已经比声闻圣更高了，可是还没有把根本一品生相无明给破掉，没破啊。所以如来无私，如来无私，注意哦，不是要千里访名师，万里寻口诀，怎么这边说不要找老师？这个如来是指佛性，这个不是指释迦牟尼弥勒如来，不是，它是指佛性。佛性本不用修，老师就是要给我们指导的，没有老师指导，我们的佛性也是圆圆满满，具足一切恒沙的功德，那不需要透过听经闻法思维修正行为去得来，都不必，你本来具足这一切，但是不修不得显，所以这边是指什么？指佛性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泥莲河畔菩提树下，在那边思维义理，他觉悟出嘛，何其众生本来具足如来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他49年的说法，各位前贤没有离开他当初觉悟的这两句话。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10个字就把释迦牟尼佛大小经典一共5300卷的经书完全涵盖在内，你记得这10个字就够了。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会念了，我们却不知道我的贪嗔痴在哪里，却不知道要如何借由戒定慧去灭自己的贪嗔痴。什么叫持戒？持戒是依理，圣人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不给自己开方便的法门。所以戒律没有开源的，随便只给自己开方便的法门，它就变成什么？自甘堕落。这是对自我持戒的要求，这是第3法。当我们手抱合同的时候，真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用圣人的戒律来约束自己的身口意吗？那就是合同带来的征兆启示啊。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，你才会有修道人的那个威仪外貌展现于外啊。所以3宝就是戒定慧啊。所以那3宝的一个妙用，不研究这么多经典我们能体会吗？
为上圣根器的人能体会。师尊师母老大人各祖先的老前人辈，他们有这个根器，求就悟了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在求道以后，透过不断的研究经典，我们慢慢的深入了解，而有了些微的一个认知，于是再回过头来调整自己。所以经典也不难懂，难懂在包装不一样。那么多的修行法门也无非八个字嘛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所以善男子了知法性，故名为佛。学到的人知道真如，知道理法界了，认清楚了，他才叫做佛。法性有两种，一个叫总相，一个叫别相。这个释迦牟尼佛是针对善生，在前面讲的声闻缘觉佛都同样对于修行的路有一定的智慧，为什么只有佛可以明知为佛，声闻缘觉不可以称为佛？那后面的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们认识的菩提有没有觉悟的佛道，它有粗浅的不同。总相就是万法皆空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毕竟空无所得。我们了悟到了吗？了悟到了，平常情绪就不会那么澎湃高昂。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，这样就会坦然面对周遭的物质生活，在物质上没有非分之想，精神上就知足常乐了。在物质上没有非分之想，在行为上就知止不殆了。行为什么有依据了嘛？有一次一个道亲找后学聊，这是月初的时候，他一直问后学什么时候有空要找后学聊，我排了一个时间跟他聊，他特别来找。他跟后学聊了两句话，我就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是想问问你，透过你修行的角度，看看整个的所谓的政治局面、经济局面的变化，然后他玩股票到底要玩哪一种？啊，我真的修到了路上了，没有，什么千奇百怪的角色都有。他跟我谈话不到两分钟，我就察觉他的心。我说你是想从我的嘴巴看到现在应该玩什么股票，对吗？他就笑一笑。他想一想，你们修道人心比较静，可以观察入理，所以你看看人很奇怪，但是人家来讲我们就一定要有应。你从整个世界的变化你就知道，未来的世界它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。那在这么一个变化当中，有一些的基本的物质需求是不能变的，而它基本上从地球的资源是未来越来越少的。你掌握这个方向，就不大致就不会有危险。所以哈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人生的定义不一样，有人想用金银珠宝来丰富自己的生命，或许在过去没有学到的时候也是有这种错误的谬论。到现在而言，虽然不能说弃金银珠宝如敝屣，没有那个火候，但是没有非分之想，这个倒是千真万确的。我甚至觉得有还是一种麻烦负担，我觉得东西越多越烦呢。少少的更好，打开衣橱看，要去喝喜酒。哎呀，刚刚好三套衣服，已经有30年的历史，把我妈妈那一套也翻出来，结果往身上一穿，糟糕，各方面都能配合，因为没有继续长高。可是腹围的地方有没有，显然就有那么一点点难堪入目啊。原来多了20-30年，无形当中有没有，肚子已经越来越大，新陈代谢缓慢那是借口，
好吃懒做，那是这个一切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。就跟我先讲，哇，还有半个月，我先说再去买一件吧，我不要运动。他说半个月要把你那一团肉给他拿掉，好像不太容易吧？我说人要不气馁，两公斤嘛，但是就怕这两公斤不瘦在肚子，有没有？瘦在脸上，我就惨了，已经看起来很像伊索皮亚的难民，有没有？所以人生当中你要谈不如意，我还觉得人生对我来讲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先瘦脸？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我又不是要演戏的，脸瘦瘦看起来比较漂亮，肚子都那么大，一养就养肚子，对不对？一瘦先瘦脸。我要例行半个月啦，因为这样才可以不用再买一个烦恼回来。所以万法皆空，别相是什么？缘起缘灭的中间存在，就像我们四大是假合之体，但是从一粒受精卵十月母亲的怀胎呱呱坠地开始，这个漫长的一生，从小到大到老到死，在未死之前这一段存在的时间，过去的种的因不一样，这一生呈现的外在环境带来的感受就不一样，所以不同的人要给他不同的医方，你就不可以给人家乱开药。或许刚刚不是说吗？哎呀，化疗都能杀癌细胞，所以你只要生病，我管你是感冒还是肚子痛，全部送去化疗，先给你开重药，有这样医治人的吗？不会吧，他得真正的没有碰到你这个名医都还不会死，碰到了就死掉了，他一定是由浅入深慢慢引导。所以菩萨有度众生的那种愿力，他就必须了解众生累世因缘不一样，结婚跟没结婚，男的女的，穷的富的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有儿无儿的，各位前贤，大家都有烦恼，但是解决烦恼的方案不一样，你这个方法要懂，这个懂有没有才能够开八万四千法。那你要往外面去学这么多法多累啊，回过头来看自己，孔夫子讲的挟举之道，你认清楚自己，你就了解别人。一定先认识自己，所以要度众开眼八万四千法的能力，一定要一步精一步精学吗？不必，先认识自己。而要认识自己，先改变自己。要改变自己，把无明的那种包装，你要把它完完全全给它撕掉。撕掉无明，就是把习性跟秉性去化的没有一丝残留的痕迹，每一个自己心念的起伏往里面看，问自己这个念头从哪里来，同样的人事物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会带给我不同的情绪的感应。所以镜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看我们同样一句话，喜欢人讲跟不喜欢的人讲，你的感觉不一样，那是为什么？心的作用。所以在因地里面不断的往里面回光返照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，我们就能够当下明白别人的困惑在哪里，要如何帮他剥除他的无明。所以要化人之前必然先正己，端正自己的身口意，舍此之外你要迈入真如门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只有这一条路。这也是我们求道以后念之在之，透过学道修道行道，你的起步入手功夫一定要正确。还是那句话，跟各位前贤做一个班程的结语，佛在灵山莫远求啊，身外无道可办，身外无佛可修啊。只有把自己端正了，我们才了解世间万有的一个真相到底从哪里变现出来，该如何去对症下药。所以擒贼并先擒王，要把自己的心贼给拔掉，
我们才能够降服，降服我们自己的妄心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引导别人，成就别人。所以这堂课跟前贤们分享到这里，剩下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研究。感谢天恩师德，谢谢各位前贤。